240的整线车行接的，看一下这个座筒这里已经可以伸出去一个手指头了，筒全部被压下去了。迈凌本来这个大车壳就没有中间没有支撑，所以如果240移的不好的话，会把整个这个车壳挤下去，包括这个筒底这里，筒底这里会压低，有些车的话就会底下这里会压到挡泥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开始离线，最后看修复效果吧。好，现在把线都理好了以后，没有位置顶桶了，全部都能正常放下去，所有的线都正常。然后怎么救这个桶？可以看一下，从这里这个地方进行了一个扎带，然后这边也是，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侧面。侧面这个桶就没有再暴露出来了，之前是直接一个手指头都可以伸进去的，然后后面就没有线了，完美。